们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过去式的一个例句啊，식사하셨어요？식사하셨어요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吃饭了吗？啊，你吃饭了吗？那么这个哈시다是这个哈达的这个什么呢？一个尊称啊。这个시다加过去时候变成这个笑，嗯。식사하셨어요？那么他问你吃饭了吗？他问你吃饭了吗？怎么说呢？식사하셨냐고했어요？식사하셨냐고했어요？那么也可以加这个느，식사하셨느냐고했어요？对吧？那么这个냐고하다、느냐고하다是表示这个间接引用疑问句的时候用的啊，这个挺简单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内容，嗯，那么。现在时，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过去时。那么现在时这是怎么说的呢？那么有没有 받침 都是加这个느냐고하다，或者是这个냐고하다。这个느可以用，也可以不用啊，随便你用不用都没关系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벌써자요，벌써자요啊，已经睡了吗？已经睡了吗？啊，那么什么？那么怎么说呢？벌써자느냐고했어요。他问你已经这么早就睡了吗？那么这个呢省略掉也可以。벌써자냐고했어요？벌써자냐고했어요？那么这个미래啊，过将来时怎么变呢？将来时如果有韵尾的时候呢，变成这个을거냐고，을거냐고하다。那么如果是没有韵尾的时候，加这个리을거냐고하다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，이번방학에고향에갈거예요？这个을거예요表示这个疑问的。那么这次放假呢，你要回故乡吗？那么他问你这次回家啊，这次放假去不去故乡？这个是表示间接引用了。那怎么说呢？이번방학에고향에갈거냐고했어요？那么这个가다是没有这个韵尾的，所以加这个리을啊，가다加리을变成갈갈거냐고했어요？那我们再读一遍，嗯。이번방학에고향에갈거냐고했어요？那么这个就是啊动词的实质问题了。那么我们再看啊形容词呢，形容词也是可以加这个냐고하다。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个这个动词啊，动词的现在实质、将来实质、过去实质加这个냐고하다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学这个形容词加这个냐고하다。嗯，那我们看一下过去呢也是一样啊，这个아어헤加这个느냐고하다。也可以加这个냐고하다，这个呢省略不省略都是一样的，这个跟我们动词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例句：어제바빴어요，어제바빴어요。你昨天忙吗？昨天忙了吗？那么怎么改呢？어제바빠냐고했어요啊，바빠냐고했어요。那么也可以加这个느，어제바빠느냐고했어요。爸爸느냐고했어요也可以，嗯。那么我们看现在时制啊，现在时制的加这个냐고。那么比如说呢，많이짜요，많이짜요啊，짜다什么意思啊？咸啊，很咸吗？这个咸呢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个形容词了。那么呢，많이짜냐고했어요，짜다加냐고하다啊，많이짜냐고했어요。那么这个呢，오늘더워요。오늘더워요，这个덥다啊，这个덥다呢是有韵尾的，这个비어啊加아유的时候变成这个音变，加变成这个우了。那么呢，더워요，今天热吗？那么怎么改呢？那么这个덥다有韵尾，可以加这个냐고啊，可以加냐고，也可以怎么加呢？也可以加这个냐고。加냐고的时候，这个덥다变成什么呢？더우啊，더우。냐고했어요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느냐고啊，可以直接加这个냐고，也可以加这个아，随便你加不加都没关系，明白了吧？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啊。오늘더워요，오늘더워요，今天热吗？那么오늘덥냐고했어요，오늘덥냐고했어요。那么还可以怎么改呢？오늘더우냐고했어요，오늘더우냐고했어요。这个就是我们。啊，要学习的内容，嗯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名词啊，名词也是可以加这个냐고하다的。那么如果有받침的话呢，加이어냐고했다。那么如果没有韵尾的时候，加这个요냐고하다啊，比较复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，嗯，那么어제생일이었어요，어제생일이었어요。
昨天是生日吗？那怎么改呢？어제생일이었냐고했어요啊，어제생일이었냐고했어요啊，这个어생일加어加냐고하다。那么现在时的时候呢？啊，我们加这个이냐고或者是냐고都可以啊。那么这个냐고啊，那比如说그사람이가수예요，그사람이가수예요，那个人是歌手。那么是现在时，那么卡苏냐구啊，卡苏냐구했어요，因为这个卡苏是没有韵尾的，所以直接加냐구하다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再读一遍，그사람이가수예요啊，그사람이卡苏냐구했어요啊，那个人是歌手吗？那么怎么翻译过来呢？他说那个人是歌手吗？可萨拉米卡苏尼亚古黑色哟，这个就是这个尼亚古哈达的用法啊，形容词、动词还有名词都是可以添加的。嗯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间接引用命令句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学的是什么间接引用这个疑问句啊？那么这次我们学的是命令句。那么命令句呢，动词后面呢加这个达古哈达或者达古哈达。